花莲这几天真的是震不停，尤其在23号凌晨的强震，更是把市区的大楼给震垮了。不过这一切难道都是有前兆的吗？因为就有民众22号晚间7点多，在花莲美伦西旁的济慈路上河堤旁，目睹了这窜出满满的马路，不论是水泥地上，又或是草地里，都能够见到这惊人的景象。目击民众拍下，这刻实在是好难忘。对，它不止这一区哦，另外一区还有，因为另外一区太暗了，我拍不起来，所以我只有拍这个在凉亭旁边那个灯光比较亮的地方。这民众表示，平常都会在这边散步，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。外界也怀疑会不会是和地震有关，因为在04、03强震之前也出现过一样的情况，加上这几天余震连连，不无可能是马路也受到了惊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